课下，游乐园也能自己做出来啦，里面好像还藏着小秘密，让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吧。先用扭蛋机决定顺序。一，第一个是蝴蝶小气球，里面有小纸条、甜蜜梦魇、狮头顶奶油的冰淇淋小可爱。六，捕梦娃娃机，我得到一个星星耶。七，哇哦，不灵不灵的星星气球，欢迎光临，肚子里有小星星耶。三，旋转木熊，这么胖嘟嘟，确定能骑上去吗？五，梦境之地，让我们一起去城堡探险吧。午夜马戏团，大变魔熊。九，向左熊转，向右熊转，小熊是磁吸的，看我变个魔术，合二为一。二，漫步小熊心，好梦幻的渐变色。四，紫色小气球，瞌睡中的美梦驿站，抱团取暖的瞌睡气球。最后一个啦，棉花熊糖，这软绵绵的感觉，好想咬上一口。想看教程吗？那明天再说吧。